1月22日，央视少儿频道播出了 TFBOYS 三小只的纪录片。这个全集为5集的纪录片，用客观事实的角度，把三小只的心路历程完全展现出来。而作为练习生出道的三人，在别人十几岁的时候都在外面玩耍时，而他们却一点点的练习，只为成为最好的自己。第一个进入公司的我俊俊，上台表演时竟然忘过自己的歌名。想不到如今的唱功颜值俱佳的自信队张凯，小时候竟然是个不自信 boy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，今年12岁，我给大家带来一首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比如说一个小屁孩来参加节目干嘛？但我觉得你总不能剥夺做梦的一个权利。你觉得我不行，是因为自己太多了不足了。此外，奶源宝也自曝，只是因为颜值高，便被选中做练习生。这样自弹自唱的小小圆，也是优秀到飞起呢。当时老板来看一下，说：“这个小孩长得不错，可以。”就 OK 了，面试就成功了。而作为进公司最晚、年龄最小的千玺，不仅有着多年选秀经历，样样都会的他，从小就立志当艺术家呢。那以后就想当一个艺术家。然后一个人站在上面，就是说话都不敢说，上去跳，跳完就下来。那个易阳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个你会那么多东西，你自己最喜欢做什么呀？舞蹈。就刚才这样跳舞是吧？对。那你为什么要学魔术啊、书法呀、什么的，学那么多东西？我爸我妈就说让我跟别人与众不同。芒果捞新闻，看着努力的三小只一点点进步成长，本来也是很欣慰呢。报道。